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吴祖强先生和吴欢老师，欢迎二位。别的都好嘛，就是我母亲的脸不好。君臣欢聚饮琼浆。我又回头去飞。共赴艺术盛宴，共享跨界情缘。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倾情为您打造的风华国乐周末版汉墨姻缘，我是主持人王良，很高兴每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汉墨与音乐的激情碰撞，我们将展开艺术与生活的深度对话。今天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嘉宾将用他的超能量全方位的撬动汉墨姻缘，他是谁呢？让我们以一种特殊的出场方式来欢迎他，有请。我扮江南 star。我扮江南 style。我知道您的名字是当年齐白石老先生为您取的，对，取无欢无不欢之意。对，但我觉得今天看到您，我感觉到无欢不欢。对，您来了咱们就特别欢乐，大家说是不是啊？开心吗？今天来到我们汉墨姻缘，您代表的是汉墨的符号，因为是作为书画家的身份来到我们现场。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代表的是音乐的符号，那就是著名作曲家吴祖强先生，掌声欢迎他。往常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艺术家呢，都是因为音乐和美术而结缘，有的呢也是在我们的节目结缘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吴祖强老师和吴欢老师，他们二位的缘分非常非常的深。吴欢，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的叔叔吴祖强呢，是这个国际知名的大作曲家，他是我父亲吴祖光的六弟，他是个神童，他三岁就会弹钢琴，所以觉得他有音乐天赋，后来就送他去学的音乐。我叔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的这个音乐界的泰山北斗了。作为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在音乐界有如此德高望重的地位，今天我们汉墨姻缘呢，也特别希望聆听一下您的教诲。您觉得音乐和美术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渊源和关系呢？音乐和美术全都是艺术，艺术的门类各种不同。您自己平时喜欢美术吗？喜欢画吗？我当然喜欢，因为我父亲也画画也写字，嗯，而且常常跟着他一块儿
逛这个市场，看画，琉璃厂啊，他都是跟着的，还能刻图章。哎，哦，您自己本身，哎，我都会。可以说，吴家是艺术世家，吴家本身就体现了汉末姻缘，既有音乐方面的人才，也有美术方面的大家。那吴祖光也是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名字，他有很多作品都是戏剧爱好者喜欢的，比如说《凤凰城》啊，还有《风雪夜归人》啊，等等等等。他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戏剧家，同时也是书法家和导演。在这里呢，还要为大家特别介绍，就是吴焕的妈妈，著名的评剧艺术家，也是著名的书画家和作家辛凤霞女士。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在中国的土地上，凡是知道评剧的人必定熟悉辛凤霞这个名字。建国初期，评剧刘巧儿风靡大江南北，辛凤霞成功塑造的巧儿形象深得人心。此外，辛凤霞也非常喜欢绘画，她是书画大师齐白石的弟子。作为辛凤霞和吴祖光的儿子，吴欢从小就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书画艺术的造诣尤为突出，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画家之一。他的书法作品构思奇妙，独创风格，绘画作品既具扎实的西画造型功底，又有精妙的国画笔墨功夫，书画相配，浑然天成，自创唯我独有的吴欢书画。今天他将自己近期的一幅油画力作《天眼》带到了节目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感受一下他真正的艺术造诣，在书画方面的呕心沥血的一部作品《天眼》。我发现有一个人物，你跟他长得特别像，就是这位非常美丽的女士，她的面孔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的亲切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的母亲辛凤霞女士吧？对的，这就是我的一幅油画作品。因为今年呢是我的父亲吴祖光逝世十周年，我母亲辛凤霞逝世十五周年，所以从年初起我就策划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到今天完成已经半年多了。我母亲这个脸呢就画了一个半月，光画她的脸画了一个半月，别的都好画，就是我母亲的脸不好画。因为这个我母亲的这个太漂亮了，她实在是太漂亮，画一点儿不好我就不满意。所以她在活着的时候呢，我就画过我父亲，画过我祖父，我唯独不敢画我妈。我妈都说你画一个，我说实在不敢，我画不出来，我画了几次都不像。我也恐怕自己的记忆不够去表现她那种美，表现不出来。那问问长辈，问问你叔叔六叔，刚才大家看了以后笑得合不拢嘴，您觉得怎么样？把她妈妈的神韵画出来了吗？还是有那个意思。有那个意思。嗯，还有我们熟悉的人物吗？这画上在我妈妈的下边呢有一个大家应该熟悉的人物，也就是跟我妈妈合作了一生的一个名演员，后来成为小品大师的赵丽蓉。她年轻的时候啊，这是赵丽蓉老师年轻的时候。我把她儿子大明叫过来了，说大明你看看像不像。大明说太像了，得到了他儿子的认可。对，所以这个画里边呢有两个人物是我家里的，其他的人物呢都是从古到今的一些著名人物，戏曲人物，孙悟空啊，关羽啊，张飞啊，曹操啦，包公啊，廉颇啊，窦尔敦，钟馗，还有那个白蛇传，这些人物，火和金放在一起就充满了吉祥，啊，两个金龟，一切都是很旺的，鼎呢，鼎盛强国呀，对不对？很好的一个寓意。鼎足而三，三足鼎立，鼎是中国强大的这样一个象征，而且它是至尊的象征，九五至尊嘛。而且鼎的上面是一个龙头。这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所以画这幅画的时候呢，我也有过很多的改动，过去这个不断的发展的，我就觉得不够饱满。后来我又加了故宫，故宫呢跟我家里有渊源，因为我祖父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所以我们家跟故宫5000年历史文明呢也是有渊源的。吴莹老先生。吴莹老先生。
此外，长城呢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啊，中国历史的象征。那么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呢，实际上呢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演绎。当画完这幅画之后呢，我又加了一个天眼，我给他开一个天眼，原因就是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眼是后加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才能完整的体现我想说的话。那么我给他取名就叫做天眼下的戏剧。色彩与旋律的精彩碰撞，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CCTV 音乐频道精心打造汉墨姻缘，别具匠心的访谈形式，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汇聚传统与时尚，经典与流行，2013亲情巨献，风华国乐周末版汉墨姻缘正在播出。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要感谢吴焕的父母，因为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么好的作品，让我们中国的画坛上多了一个这样有才华的画家，这和他们的家学的渊源是分不开的。但是我觉得你还应该感谢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你爸爸都可能不会和你妈妈走到一起成为夫妻。这个人就是老舍先生。对对 对当初是他给你爸爸妈妈做的媒。对，是这样吗，吴老先生？是这样。爸爸妈妈给你讲过吗这里边的故事？讲过。我父亲是从香港回来的，那是1949年周恩来总理给他接回来的。那么我母亲呢，当年从天津到北京，很快在北京就红了。红了之后呢，跟现在情况一样，追求的人太多了。那因为她最漂亮，才貌双全，而且是长得又漂亮，唱得又好，名角儿啊。我妈妈的师哥叫李苦禅，也是白石的这个弟子。因为您妈妈是拜了齐白石先生学画，没师。对，还有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呢，也拜了齐白石，他们都是师兄妹。师兄妹，哎，是姐妹。那么李苦禅的他儿子这个李彦大哥回忆说，他一到齐白石家，我们都去看，他一进屋，满屋子放光啊。我说是吧？蓬荜生辉，原来是这个意思。蓬荜生辉。他说这还不准确，他走了之后那光还在呢。什么叫回味无穷啊？所以追求人就太多了。我妈没法办了。他是不知道怎么选了，挑花眼了。不是，还是没遇到喜欢的，很苦恼。他有个标准。哦，标准。第一，当兵的，他不是不喜欢，他害怕。当官的呢，他也觉得不对路子，也有点害怕。有钱的呢，更害怕。他不怕。啊。他比他还有钱，因为那时候解放了。哪还有人怕钱呢？那时候我妈挣钱论麻袋挣钱。那时候我妈非常有钱，中国票房第一的女演员。我就想说她是不是票房明星啊？票房第一。那找什么样的呢？做学问的，文化人。我一生追求的就是文化，所以老舍就说文化人有一个从香港刚刚回来，这是个神童才子，此人叫吴祖光。解放后，由于吴祖光才华出众，周恩来总理把他从香港接回内地，后经过老舍先生的介绍，他与新凤霞相识。新凤霞与吴祖光美丽的爱情故事被浪漫地称为霞光之恋，老舍先生也将一幅珍贵的扇面送给了这对才子佳人作为结婚礼物。我父亲跟我母亲的婚姻呢，可以在我母亲的这个唱段里得到答案。他们是一见钟情，迅速闪婚，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这个唱段呢，就是在刘桥里边的。这头一次见到他，我心里就放不下。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我妈演戏的一些行头呢，我至今还保存。这个就是当年的演戏的，这叫披，啊，应该是演《凤还巢》这个戏里边的这个穿的，你看。他劳动，我生产，要织布，
已经很旧了，但是当年呢，我妈妈就穿着它去演戏。今天在我们汉末姻缘的现场，刚刚重温了你妈妈的唱段，是不是自己也给我们来两嗓子？唱一段这个《乾坤带》吧，《乾坤带》这个是一个古装戏，写这个秦琼的女儿银平公主，啊，一段啊，并非是儿臣以小犯上。有一位古人也作比方，楚庄王有道，世人正死敬安静少奉讲，和功臣设下了太平宴，君臣欢聚饮琼浆，直到在黄昏星月将秉烛辉煌绕殿堂。现代的完美融合 ，CCTV 音乐频道精心打造，《汉末姻缘》，别具匠心的访谈形式，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汇聚传统与时尚，经典与流行。2013倾情巨献，《风华不越》周末版《汉末姻缘》正在播出。嗨，大冒险呗！敢脱吗？谁怕谁呀、啊！哇哦哟吼！就说它是巧克力嘛！啊 ，M&M's， 谁让你是巧克力？我的衣服呢？他总有用不完的精力，还好我能给他更多的保护。一路有效杀菌，温和不刺激，随时随。CCTV 音乐频道合作伙伴剑南春，这是我们不忘的记忆，回味唐朝，剑南春，中国白酒价值典范，让品牌在音乐中飞扬。CCTV 音乐频道广告由新桥盛世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10-6533-1958。我订的书到了吗？还没到。这个我说了还没到，明天再来试试吧。德芙总赏丝滑。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联合全球华语八大媒体，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打造顶级的巅峰之榜。无论你在哪里，都能为你喜欢的中文音乐投上一票。一起来期待 CCTV 音乐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说到汉末姻缘，
你妈妈和汉墨的关系是非常深的，作为齐白石老先生的弟子，他也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有没有带到现场来给我们看看？带来了啊、我们看一下。我这次呢不仅带来了我母亲的作品，嗯，我还带来了我祖父的作品，吴莹老先生，吴莹老先生的作品，嗯，我母亲的作品，还有我父亲的书法，我都带来了。好、哦、带了四幅，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第一幅作品呢是我祖父吴莹先生的画的一个佛像，也是他的人物，而且是画给我的祖母的，有我祖母的名字啊，秦琪女士，有浓浓的深情在里面。对对对对、嗯、这个呢是梅花，题词叫岭头梅有逊，春透最高枝，是画的一幅山水。这幅呢南瓜呢是我母亲新凤霞的，她是齐白石的弟子，当然就是齐派风格，配的两个，一个蚂蚱一个蜻蜓呢，这是我给她配的。为什么呢？我母亲呢她是一个完美的这个唯美主义者，她一生呢最觉得丢人的也不是没有，就是她的书法呀差了点，因为到底民间艺人，所以她的题字从不示于人，只给我们写信用她的书法。在画上她有没有，有，但是非常少，主要的都是我父亲来题字，我父亲去世后呢就是我来题字。这幅是我父亲的书法，但是呢是写的我祖父吴莹先生的诗。金顶神光霄汉明，龙沙万里有云行，大千世界人如海，雾里看花过一生。吴欢的祖父吴莹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在母亲辛凤霞与父亲吴祖光相继去世后，吴欢在整理遗物时偶然发现了祖父吴莹写的一份关于故宫的手稿，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这份手稿也成为研究故宫创建初期那段沧桑浮沉一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在故宫的整整十年是萦绕吴莹一生的记忆，他对故宫的热情都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典章文物的热爱。吴莹先生本人的艺术造诣也很高，他过解放前他就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而且诗歌就写得好，他自己不仅收藏，他给故宫博物院捐献过241件，包括书画、青铜器、雕刻、印章啊这一类的文物。吴莹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的早期十年的历史上，他做出了重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别人不可替代的贡献。在我前几年最初认识吴欢老师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的一幅作品，我也说不清是书法作品还是绘画作品，好像是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我这外行是只能看看热闹了。就是您写道写绝了，道家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吧？道啊，无穷大，无穷妙，充满了玄机，所以要不停地追求不同的体悟，所以我用一种迂回的办法来体现它，这就是我的追求。2007年3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参加在纽约联合国大厦举办的吴氏三代书画展，并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致辞中说，今天来参观这个展览让我有回家的感觉，因为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而吴氏家族的书画创作无疑象征和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吴欢的书法作品别有一番韵味，其道字写得极为精妙，他用笔书写的线条粗细有度，可以看出行笔间正气的流露。近年吴欢频繁奔波于台湾大陆之间，为祖国统一贡献良多。今天来自宝岛台湾的音乐才子熊天平夫妇来到节目现场，
展开一段汉墨与音乐的对话。我知道熊天平是创作型的才子，是不是可以现场看着我们吴欢老师的作品，给我们即兴的创作一下，来哼几段旋律呢？啊，当然可以，我们很荣幸能够这个，对，今天能够观赏到这个吴欢老师的作品，那还是挑雪景吧。雪景好不好？好。随候鸟南飞，风一道的吹，你刺痛我心扉，我为你滴泪，你遗弃的世界，我等你要回。我不想南飞，泪一滴一滴的坠，我空虚的伤悲，你让我包围，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钱不为我伤悲，冷的爱快枯萎，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天平和吴欢老师都是对雪情有独钟，所以我们也希望二位可以用音乐，是让我们来见证一下你们的汉墨姻缘，好吗？好啊。好，现在把掌声和舞台送给他们。在播出。金凤霞和吴祖光一共有三个孩子，吴双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吴双1981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赴美留学，1985年归国。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归国后的吴双没有继承母亲的衣钵，而是唱起了国人不太了解的花腔女高音。他的笑唱花腔演唱会广受好评。
接下来，无双将和吴欢以及吴祖强之子、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系主任吴莹联袂表演俄罗斯民歌《卡琳卡》。女士，当然也特别感谢吴欢把这么优秀的艺术家请到了我们汉墨音园的舞台上。其实今天有很多粉丝想见您，学钢琴的都特别想见见您，希望有机会。那他就累了，他学生特别多，学生的学生肯定也特别多，希望有机会聆听您在钢琴教育方面的教诲啊。我先拜师了，我小时候学钢琴就半途而废。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吴氏家族，送给这个汉墨音园之家。旋律的精彩碰撞，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CCTV 音乐频道精心打造，汉墨音园，别具匠心的访谈形式，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汇聚传统与时尚，经典与流行。2013亲情巨献，风华国乐周末版汉墨音园正在播出。吴欢的绘画作品《河源》，上笔挥洒，细心修饰，色彩明快，艳而不俗，彰显着平凡中的独特与个性，继承了师爷齐白石先生兼工代写的绘画风格。这幅作品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河源》画作被美国著名收藏家洛克菲勒集团总裁史蒂夫·洛克菲勒先生收藏。今天吴欢将在节目的现场挥毫泼墨，再现河源神韵，让我们在视觉与听觉的完美融合下，一同来欣赏汉墨与音乐舞蹈的精彩演绎。
是汉末姻缘版的河源，用舞蹈来表现河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吴欢先生用他的画笔为我们展现了动人的河源，大家掌声感谢。我们今天的这期汉末姻缘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汉末姻缘不见不散，再见。莫见花开，好如烟海，一字起舞，万卷尘埃。七种声音最好听，七种色彩最好看，汉末姻缘妙不可言。这边我们祝愿汉末姻缘栏目越办越红火，红红火火，祝福汉末姻缘越走越远。汉末姻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来观察绘画跟音乐的关系，祝这个节目越办越好，祝汉末姻缘越办越好。正直向上，绝不旁骛，作为我们国家提出来立德树人。